现在游戏真是越玩越暴力了，光是拿枪扫射还不够过瘾，现在还要躲在暗处狙击敌人，再给他个爆头痛快。这款狙击精英 V2 就是要让你当个百步穿杨的神射手，玩家们赶快瞄准你的目标，让子弹飞吧。最近游戏界吹起了战争游戏风潮，不过大多是以现代战争风格为主。但这款由 Rebellion 制作、505 Games 发行的第一人称射击游戏《狙击精英 V2》，就是以目前少见的二次大战的剧情为主，让玩家回到西元1945年的二次大战期间，扮演百步穿杨的狙击手，利用精准的狙击技巧击杀敌人。为了营造浓厚的战场肃杀气氛，研发团队除了参考大量的二战史料，制作游戏中的关卡任务，另外游戏还新加入 X 光透视击杀摄影机系统，呈现狙击枪对人体真实的破坏效果。当把敌人一枪爆头时，会有莫名的爽快感哦。狙击精英 V2 预计2012年推出，喜欢不同题材战争游戏的玩家，不妨留意一下。